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兰花。需要用到长宽比为2:1的纸，我用的是边长15厘米的正方形纸的一半，长15厘米，宽7.5。首先把两个边对折，把这个往下折，翻到背面，往下折。展开，这个角往里折，展开，这一侧也一样，展开，上面也一样，然后下面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，上面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，这样摆放，把两个角放上去，把这个往外折，这里撑开，对齐外侧的这个边，然后把这里对齐上面这个边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往外折，这个往上折，对齐上面这个边，然后翻到背面，把这个往里折。这一侧也一样，把这个角放下来，再折向这个折痕，梳理起来，撑开压平，这一侧也一样，这个角放下来，折向这个折痕，梳理起来，撑开压平。这里稍微翻开，这个角往上折，对齐这个边，这里跟着折上来，这侧也一样，稍微撑开，往上折，这里撑开，往下折。这个边对齐，这个往里折，对齐中间的折痕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撑开，这里往里折一小段，下面跟着折进来，可以距离这个留出一小段，这一侧也一样，把它对折一下，稍微展开这个。往下折，再把这个往上折，展开，这一侧往上折。
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折折王子学更多，我下期再见。